都知道七老板老公是神秘大佬，没想到一身反骨的嘴哥竟挑战电话表白七老板。哎，七姐，上次我去你直播间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啥意思？你在直播吗？我刚落地。没有，没直播，我今天休息，跟乔妹在外面 happy 呢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这个话题热度还够紧绷呢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那个在宿舍。上次去那个，你感觉我怎么样啊？ 我跟你说，你说的他，我年轻，我有活力，然后。你说话注意点，我老公在我边上，我开始点题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老公这边也给发红灯文件。七姐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就是好欣赏你哦。是吗？嗯，特别欣赏你，我觉得你特别。 特别的自信，特别识大体，自信真的特别好。哎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打的这么及时？我刚落地。我知道你多灵，因为我算好的嘛，因为一直心里都想着你呢。啊，两个小时，三小时啊，你真行，厉害。对，那个，你怎么说话结巴了？怎么？你说呀，咋啦？就你见不建议多一个男性朋友？那本来不就朋友吗？就是简称男朋友。 啊，真的，七姐啊，七姐，啊，七姐，你真好，七姐，回头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见不见多一个比较猛的男性朋友？我的朋友们，男女朋友们都长得标准。嗯，好的，七姐，那我等你哦，七姐。我老公说，我们这种人识别标准就是能不能喝2斤白的，喝2斤白的就标，是吧？2斤，是吧？ 嗯，好，七姐，晚安你，拜拜。笑死了。